我是 Matthew， 欢迎翻到影片。我哋今次咧就喺日本度咧，而家仲喺日本啦，就嚟开封咧呢度几张卡啦，唔系几张几包卡。咁咧呢个系 Pokemon 嘅 XY 系列嘅卡啦。咁就今次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包。咁就每包唔同嘅样啦，咁希望会有啲好嘢啦。咁即系先呢个XRY 啦，跟住。噴火龍 X 啦，盧卡利歐啦，跟住耿貴啦，然之後呢只係唔知大電影新出嘅，我唔知呢只係 Mega 沙奈朵。咁咧即刻開始，咁我係未拆過啦。咁佢就每包咧就有五張，咁咧有冇都用正確 BS 嘅方法開？冇就用暴力，好暴力啊！這個啦，好，第一隻，哇，比加超，第一隻，跟住呢隻係蜜，咩叫蜜蜂？唔知，月石，跟住有呢個罐頭，唔係閃嘅，咁有呢個流紋咯。OK， 好，第二包呢個都係第一代嘅，我唔知我見到佢第一代嘅，所以。包装袋又好差 ，OK， 好，咁有呢个水嘅唔知咩嘅马骝啦，有呢个哈利马龙啦，有呢个蓝，等阵先，等阵先，武藏嗰只叫咩名？南瓜，系咪叫南瓜嘅话？我唔知啦。诶，呢个闪嘅有呢个贝贝龙，然之后最尾有呢个 trainer 太耶鲁洛。OK， 有而家到时也有一张闪卡啦，嘅啲第一代嘅 OP 嘢啦，虽然冇呢个 Kaibolo 咁劲。OK， 咁我哋而家进入呢、這个X 嘅喷火龙嘅包装，希望我有好嘢。都系嗰句，个包装袋而家好惨。咁我发现咧，好嘢通常系第四张嘅，所以咧，咦咩嚟噶？呢张第四张好摆后边 ，OK， 好有呢、這个野骷髅，呢张唔知咩狮子，跟住有呢个仙人掌，有啲名明明记得，居然唔记得呢、這个滚动石，好最尾有呢、這个盐嘅火杖，咁嘅滚动石啦，150 HP， OK， 好多卡喺度，我收翻啲好少少嘅卡出嚟，OK， 咁我哋到呢个卢卡利欧嘅 pack 咩噶？卢卡利欧，其实我一直谂紧会唔会有啲个好，有啲好啲嘅方法开嘅，真系咁样开嘅话咧，个包装袋真系好惨。OK， 好，有个破坏之茧嘅大电影嘅系咯。跟住咧，第四张摆后边，系啊，我估啊，可能我错咧。跟住有呢、這个，好似比华拉定沙古拉啦，唔记得咗。Hitmonlee 啊，我记得系。跟住有呢个奈贝，就系庸福，有呢个化石。哇，呢、這个系咩咧？谂下先，石系神兽嚟嘅，电系。我记得唔系叫雷公咯，即系女系嘅神兽啦，好似系咯。跟住最尾咧，我哋有呢个泥偶巨人，好似系暗系嘅呢个雷系啦。咁就劲少少嗰啲摆度，系好遮住。跟住我哋跟住去到呢个耿鬼 mega 耿鬼嘅 pack， 咁咧其实我一直记住耿鬼，因为。如果有你有看第一代，我无聊嗰次睇翻啊，因为第一代咧嘅小精灵嘅系都真系几 OK 嘅，系啊，好厉害，我得系。跟住咧有呢、這个，喂呢、這个就有吉利蛋啦，有果然翁啦，
鬼骨兔啦，跟住有呢个鬼鸟啦，然之后咧有呢、这个系咪嗰啲咩挡住嗰啲啦？唔知啊，嗰啲 game 通常系嗰啲点讲啊？嗰啲系嗰啲，即系个嘢系俾你叫咩？肉盾系肉盾，类似啦。咁有呢、这个Feral 系。系玩翻 Pokemon Go 先知道啦，咁嘢啦。咁我而家去到呢只新嘅十一啦，跟住后边有只金嘅 X， 希望啲好嘢啊嘛。因为其实咧，我都系得一只闪嘅契布，唔系契布，贝贝龙。咁我有呢个火箭雀啦，系，跟住有小火马啦，有呢、这个齿轮啦，有呢个系嗰只毒蛙，石吉小光嗰只。跟住我哋最后有呢个 energy 啦，然之后系呢、这个咩嚟嘅广告啦，好唔好啊？点解我好似开六包冇乜好嘢？亦系同 BSS 上不成正比的，唔紧要咯。OK， 最尾 mega 沙奈多嘅 pack， 咁拎咗呢个先，有呢个发射，小火猴。好似咁讲，长藤怪、烟子面啦，好似叫。然之后咧，我哋有呢、这个energy 嘅，就系咁，好似冇晒。其实唔系嘅，因为咧我买咗超过五包咧，佢送我张咁嘅嘢俾我，暗黑版嘅 mega 裂空座啦，有呢个 pocket center 嘅，我睇下咁 zoom 近啲。得系唔系唔得嘅 ？Pocket Center 嘅 Japan 啦，系特别版嚟嘅。咁咧，裂空座亦都系我其中一个几中意嘅传说中嘅角色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次劲嘢就有呢个几张啦 ，OK 嘅劲嘢啦。咁有呢个送嘅裂空座啦，有呢个雷系嘅神兽啦，同埋有呢、这个闪嘅贝贝龙嘅。咁就一張閃都尚可接受啦。OK， 咁我哋今次呢條片到呢度啦。咁未來都會有啲 Pokemon， 我想講埋個高字 Pokemon 嘅開箱啦。咁咧，我哋今次呢條片到呢度，中意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咯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